人金吹呀，啊啊啊！谈欢乐，啊啊啊！家有心求伴侣，无胆求情话。若回去也罢，失落既来之则安之，何以此去若此呀？李君如拜见百慕大人安好。又来了十罗，是否半夜三更不宜托请良媒亲来下聘啊？十罗啊，知否难忘杨罗爷暗中杨慕你待我报说十差人来呀，小玉啊小玉，十郎来啦！只走迎街客，向居行友合欢茶。十郎确系有心人，大可为奴共夜话。你是多潇洒，更添云鬓似对雅，瑶台寄许飞禽家，正好还差半计话。
如此良心，缘何落泪呀？失落，且本兄妹自知未得，更是失爱托欠人言，但一旦失信，便因如形体，使老奴无托秋扇结缘，极欢之际，我。非不幸之人，请莫作此猜疑之语。古人有痛心之物，世人亦有痛心之意。愿假我以三尺丝路，写下问心之句。小玉清家，多谢失落。水上鸳鸯，云中翡翠，一夜相从，生死无悔。人如山河，只剩一劫。生不同根，死不同源啊！问心句句见真情，一片心怀恩重大爱。
功勢利益，得中第一名進士，钦點狀元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家姑爺高中啦，滿生滿生、你快去神前點香燭，待我將母胎刺上。女儿、你真的压力无差了。礼部有命，凡天下宗师士子榜上三元，确要立即拜揭替位辅徒，方准注选，不得有误。太尉爷，三科中遇，现在沉迷歌妓，三情三趣都不登门拜见。哼，大胆李益，不知老夫暗里提拔之恩，竟敢藐视三陪。正好我们新留公祭从玉门关归来，有本周图参军，老夫就表战李益前去，好让他长鞭塞外奉上，以示老夫今世之愤恨。少爷在，告知刘公仔，李益乃老夫心许之人，要他在塞外多加关照，若有书信即刻收门，若李益有后悔之心，速报老夫。是李益啊，李益，我看你在分治花圃还留恋得几日一